今天中午十二点左右，在宜兰市环市南路与南京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是一辆灰色的自小客车沿南京路往壮围方向行驶，至前速路口左转环市南路时，与对向直行的普重机车发生侧撞交通事故。那警消获报到场，立即将伤者送医救治，并对汽车驾驶实施吐气酒测，没有酒精反应。详细的肇事原因有待后续调查厘清。那本分局也在此呼吁，驾驶车辆转弯时应让直行车先行，并注意车前状况，随时采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以为交通安全。